涛和苏东强联袂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比赛解说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参赛双方分别是挪威女足和中国女足。这两支球队小组揭幕战机会唾手可得了，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啊，他都没能把握住啊。哦，到底还要怎么样的机会他才能进球啊？英格里德恩根防线直接被一脚直塞给洞穿了。阿达赫格贝格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就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，哎，可惜最后没有转化为进球。是啊，这球如果打进了绝对是一次梦幻的开局，好在比赛时间还有很多，他们应该还有机会。没错，这球传得不错，赫格贝格应该能拿到球。在这样的距离上他们也无法打破对方门将的十指关，这绝对是让人绝望的防守啊。他今天站在门前就像是一堵墙立在那儿，哎，你看到他就会有一种根本没有进球可能的感觉。嗯，古罗赖腾唐佳丽古罗赖腾漂亮的铲球，王珊珊，这是个好球。好的，比赛刚刚开始，他们就先把头球打进一球。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，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。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，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，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这个传球有点随意啊，直接传到了对手脚下。以一己之力冲向禁区，这球能进吗？哇，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都没打进啊！两个球的优势和一个球，心态上那可就是完全不一样了，太可惜了。就是啊。张鑫，球直接飞向了观众席啊！张睿，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！队友很有希望拿到球啊，赫格贝格拿到球就是好机会啊。比分又一次回到了平局。看一下回放，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。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，脚法控制得恰到好处。目前双方是1-1打平。张传找队友，王珊珊，这个横传直接将球打到禁区，传中被处理掉了。他打得非常自信，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。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防守方还是没有到位啊，起脚了，漂亮，领先优势又回到了他们这边。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较量中他取得了胜利，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，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，肯定是万无一失。
比分被改写成了2-1。古罗赖腾，看看这个斜传球能不能找到机会，球权又到了他们脚下。张鑫，王珊珊，李梦文，不知道他们进攻端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啊？没能找到队友，被防守方抢到了。是时候发起反击了，防守队员到位有些慢啊。我不得不说啊，这波传球非常漂亮，能追回分差吗？门将扑了一下，但是球没飞远。这回拿球拿得这么轻松啊，哎呀，这我觉得这算是对刚才那个扑救的奖励啊。有可能啊，嗯，那个扑救实在是太精彩。没错，王珊珊，他现在的眼里啊只有球门。王珊珊，顶级的球感，顶级的射术，顶级的进球啊！再来回顾一下进球的过程，这脚落点极佳的传中球非常的有威胁，在这种距离攻门，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。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-1。英格里德恩根，这个球传的有卧底的嫌疑啊，这是演无间道吗？艾米丽哈维重新拿到了球，他一路带球向前推进，可以打门了，球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。直塞过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漂亮！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？预判很准，挡在了射门线路上。球传到了禁区里，这是传球失误了吗？解围成功，这一脚射门也偏得太多了吧？哎呀，他是不是看错球门的位置了？上停补时1分钟，埃达赫格贝格，英格里德恩根，一声哨响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中场休息结束，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，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。尝试通过大范围转移来撕开防线，球拿不住了，对方的拼抢非常凶，裁判吹罚了犯规。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，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，飞向了球门前。传给了王珊珊，艺高人胆大，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。博里萨，不容错过的机会，这球又有了，已经3球领先了，但是他们看起来啊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。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，成功的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，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，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。现在比分是4-1。成功甩开了防守，
在自家禁区重新拿到了球权。对手犯规了，裁判给了任意球，裁判手下留情了。没错，以他之前的表现，换作其他裁判可能早就被罚下了。没能解围啊，反击的好机会。王珊珊传球很精准，好机会，裁判给了点球，裁判员将犯规队员红牌罚下。啊，大比分落后啊，我觉得让场上队员这个心态失衡了。这场比赛可以说他们已经大势已去。主教练现在可以其实考虑赛后要怎么帮助球队，从这样一场惨痛的失利中走出来。对，这样他们通过这粒点球取得了一分。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5-1。他选择自己带球继续向前推进，机会来了，哎，这球又有了，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。这是完美的关云长式的单击闯关啊，突的精彩，射得更漂亮。目前双方比分6-1。很有威胁的传球，张睿在禁区边缘阻挡了一次射门，开启高压马上就有效果，球权抢回来了。他对周围情况还是有很准确的预判的，从而提前判断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。裁判看到了，但是根据进攻有利的原则呢，比赛继续。这位是艾达·赫格贝格，对手成功拿到球权，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，球飞向了远端的门柱，解围了，裁判做出了犯规判罚。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，自己带球向前推进，这回没问题了，进了。重温一下这个进球，一次非常诡秘的跑位，在距离球门非常近的地方拿到射门的机会，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。分差太大了，这次拦截非常漂亮，对方的行动啊，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。娄佳慧，距离很近，机会没打中部位，偏出力度很多。成功的摆脱了防守队员，古罗赖腾，赫格贝格的机会，球进了。再看一次这个进球，看起来很简单，跑到位打门球就进了，但怎么跑的那个位置，这里边啊学问可就深了。
王珊珊，娄佳慧，张睿，王珊珊，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，在对手真正威胁到球门之前，及时的化解了对手的攻势。博里萨，古罗赖腾掐灭了对手的攻势，拿回了球权。不出意外啊，队友应该是能拿到这脚球的。他做到了，守门员成功化解了危机。哎，这次单刀对抗中获胜的是门将。是的，同时做出了两个人员调整。防守队员试图解围，可是没有成功，球还在危险区域内，犯规了。裁判的哨音也响了。近距离面对大门，太残暴了，进一个接着再进一个，分差也是越来越大。我们现在可以再看看这个进球，门将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距离非常近，在这个位置对手不会坐视良机的。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古罗赖腾，阿玛丽埃克兰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挪威女足失去了球权。对于防守方来说呢，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很危险啊。人墙布置的还是很成功的，成功挡住了这脚射门，对手再对他进行逼抢。裁判给了任意球，看看张睿的处理。比赛到此告一段落。